我是刚刚的车长，来帮你叫你。2019年11月，我看看远处写的吧，这边。2019年11月，哎呀，12月1号，12月1号，台北捷运松山新田线，然后中和新芦线，松江南京站。我看一下几分哦，12点15分，搭中和新芦线松山新田线的松江南京站。对呀，刚刚去买了东西的，还说是我来了捷运站。现在我要搭捷运，现在中午应该没什么人的啦。对，中央秋冬防疫专案进入大小运输场所应佩戴口罩。然后这边还蛮，哇，还蛮酷。哎，只能说现在疫情了，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要结束。然后现在又更严了，比以前要更严。什么地方都要戴口罩呢？然后这，哦，我刚从五号出口进来。出口进来的，感觉这还蛮酷的，因为这边电梯，没有电扶梯的。然后外面也下蛮大，松江南京就下蛮大。哦，这边就有。四号出口有，啊，然后下面跟妈妈在那边坐坐这么大，就方便。我要搭电，我要那个搭那个，便宜了。只能说这边真的还蛮多人的，知道吗？大战的，捷运的大战。哎，有波南。谢哥哥，你就那，拜拜。看一下，我搭松山新田线是往新店，这边往松山，这边往新店。啊，谢谢哥哥，很简单，拜拜。只能说松江南京那段会很路哎，对吧？因为你不根本完全不知道去哪里。谢谢哥哥，很简单，拜拜。